啊，仅可以这样写，也可以这样写，啊呢，啊也可以一点两点，好吗？哦，如果两点的话变成这样也是可以，也是仅。那行比较特别，是一大一小，一短一长。那行怎么写呢？啊，那这样。所以呢，你这个不要摆斜的，写摆直一点点更好看。好，为弦，啊，仅行为弦。那这个是凑字旁，不是，这个是密字旁，密这样写。为，所以呢，这个字念作为。这个字啊，回弦。那弦怎么写啊？弦哇，弦，我的这个弦就快下，安尼好，我背。然后要怎么写呢？安尼，安尼，好不好？上去下来，这叫做行。你等一下，爱点点，我不是说你一嘛。好，所以弯一下下，这个字要念一下。好，课呢？课本来是一个课，然后呢加上刀部，念成这样。啊，所以呢，所以一阿念念啊，阿念念啊，念念呢，念本来是人字部。人字部对不对？然后呢，人字部的草字就是这样写。然后呢，按呢按呢，啊，按呢按多啊。所以草字有时候很有道理，有时候没有道理。对，徐工，哎，那么简单。好，坐胜的坐，一个人字部按多少？一点两点按多少？啊，坐胜。好，德，德呢？德可以这样写，按呢？这个可以得，哦，得见名利，见呢，欲按一下，好，好不好？再一个错字旁，按一下，得见这样子过来，哎，买不要紧，这样可以这样写啊，按呢按呢买一块，哦，往上跟往下是一样，你看你等一下接没有接，啊，啊行呢，来看一下行，行有两种写法，一种是按呢，一种是。好嘞，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啊，一种是笔顺不一样的方式啊，端端不一样的写法，为什么不一样的写法？啊，本来是这样写嘛，对，然后呢，你可以这样写，啊嘞三，啊嘞。按呢，这个本来就是这样子，好，好，表正空谷，谷呢，谷两点对不对？按呢过来哈，空谷，按呢对不？再按呢过来，空谷传声，那也可以这样子，传声 ，OK， 把它近一点哈，虚堂，虚堂席听，嗯，好，虚可以这样写，按呢。按、啊、对不对？往下，两点就可以，也有人写三点啊。虚堂，堂堂可以，但是堂如果告诉你比较简单的方式是按一下可以算，或者是这样写啊，口还蛮写算啊。啊，席听，席呢？习近平的习，他呢？这样子，好吧？啊，席听后音。福音啊，这个，如果货的话是这样子，来进来再往外，这是货。啊，如果福的话是这样子的话，啊，那种三福，哎，福音二基，还有货音二基啊，哦啊。好，智勇草书千字文，你这样写以后可以写成这样，写成这样来，写成一首诗啊。春风带呀、啊，可以慢慢写成你想要的字句，啊，就比较好，比较能够记起来，啊，来。比如说秋水，秋水文章，啊，当然这个文章的章也可以这样写，秋水文章，哎，不染尘。秋水文章不染尘，好 ，OK， 慢慢变成，慢慢变成自己能够掌控的那个字。
要不然一天到晚。没关系。哎，不错啊。我的。日月盈仄，盈仄，可以了。这个命，这个敏啊，敏可以这样写，这样稍微高一点点这样写。OK、啊。盈仄。啊，这本来它是这样写，对，哦，一个五，啊，好，陈述列张，陈可以这样写，没错，啊，列张，如果多一点也可以，不多一点也没关系 ，OK， 然后这个可以点在这里，也可以跟它差比较远一点点，好，这是暑，寒来暑往，啊，秋收冬藏，很棒啊，藏呢可以这样写，弯一下下，然后这样过来。再写一次，哎，对不对？哎，这样草字头，然后再过来，哎、然后重新来，哎、啊，或者是像这样哈、哦，来草字头，有时候草字头把它分开来，哎、你可以这先写，然后再这样写，哦，然后这样过来上去，对，然后从这里过来，对，这是那个字用的，也可以这样写。可以这样子、就有点类似像听的那个不一样不一样听靠不靠你上课上多久你不会累地水它就会累哦，长比较不好写但是长很好用全程知道的不简单这个是对啊你不简单 OK 好好不错你要记得那个双人跟单人都可以用一画来替代。啊呢，来呢是这样，也可以勾起来，也可以不勾。Uh-huh. 一二这样过来，或者是这样啊呢。因为智勇写的很狂放。其实不是智勇，是张旭写的比较狂，或者是那个怀素。怀素。拉过来这样。这样就可以了。瘦。没错。好，谢谢。好。墨再湿再黑一点，太干太。昨天水放多了。对呀、啊，我就知道啊。母鱼啊，这个猪菇猪嘛，这是猪吧？啊。对啊，这是猪啊。好，猪比较好看，或者是看得懂是这样子啊。然后这言字部是这样子啊，猪姑婆啊，鼠是这样子。你很多人会看不懂这个是鼠。是。你要记得哦。要记的。这是什么字你知道吗？寂。这是寂寞的寂。对。这是寂寞的寂，所以你这个单独拿开变成什么，你知道吗？叔叔的叔。对，叔叔的叔。哎。所以这个字画我。那这个又是安宁的宁，宁，有子稍微弯一下会更好看。哦，比赛的比，儿一点两点，安宁过来，安宁，这是儿子的儿，啊，儿子怀兄弟，这是什么字啊？孔要往上一点比较好看，往这么带，往过来一点吧。怀有时候我们写太快了，变成这样，你知道吗？因为安呢过来，心部安呢，这是怀，所以呢，很多人都不会写，因为不常用，太简了。啊，这是心部，啊，怀这样子，啊。来，再来。气连枝，连可以了哈，连枝。同气连枝，兄弟。那和气连枝，和这样过来，对不对？不是。口字，和气。哦。
画下来连啊呢车嘛连然后支这样写和气连枝和这口字气连枝啊你要写哦哦哦哦哦同气同这样写啊好不好一二安德啊为什么它是一横在一个口嗯，可能会变成这样。好，嗯，好，加油。有些不常用哦，可能够这个要稍微收笔一下下下来，一点点回来，再按一下。普通右边也要按一下下回来，下那边也要按一下下回来。好嘞，这个叫做收笔，好不好？如果你要会收笔的话，就是这样。啊，这个墨就记得我们没有带一个夹子，这样就等一下跟布放一起、这个。你要知道左让右，就是左边要稍微吸一点，不要太重，好不好？太重了以后跨模，因为不清楚的、那个这个少一画，这个墨注意一下哦，这个墨可能有沾到红色还是怎么样，太淡了，没有红太久。那你。可能这个有保鲜期，你知道吗？对啊，磨太久也不行啊，会沉淀啊，或者是会沉淀啊，或者是磨分子啊。然后你这个写的还不错，可是呢，这里按太重，这里不能按太重，这样要过来轻轻按一点点，好吗？啊，这样过来哦，重回来，这样过来，竖画先下，直的哦。好，一横，两横，第三横比较长一点点，但是也没有很长哦。啊，最长就是这横，这叫做主笔。啊，我这样过来，对不对？好，我啊，所以哎，空间要一样哦。啊，好，还不错，还不错，蛮好的。啊，你写的很好啊，这里太重哦，不要按太重哦哈，这个可以，这个不要按太重哦，好，这个是圆请你呗，好，那像这个捺的写法你知道吗？捺的写法左边稍微轻一点点，右边按重这三个动作，重分开来展开出去，对不对？变成这样，好不好？这也太重了啊、好，这个阳怎么写，你知道吗？好，这样过来，按重提收笔回来，从这里近一点，靠近点，从左到右这样过来，我这样过来。按重，慢慢就飘上来。好，一、二，有没有？所以不能按太重啊、然后这个上降下降差太多啊。还不错了，不错，再加油哈、看准一点哈、这个判本来就是这样写，左边比较重。OK， 好，拜拜。但是这个地方要稍微按下来，对不对？弯过来一点点，勾起来，变成这样。好不好？其实你写的不错啊，再加油一下可能更好。阿莫，我再注意一下，你那个千年的老莫，我要再注意一下。好，老师真的好哎。